琅琅墨镜花，无尾妖琅墨。你在干啥呀？别啊，唧唧歪歪的，唧唧歪歪的。你这一天天的拿我家当更衣室了？卑劣的凡人公公，你敢和本妖神如此放肆？妖怪，呆！相传这古老的大陆上有这么一群蒙面的妖神。不行，我得找个高点的地方说话，我怎么能与这凡人公公肩并肩？对了，默默，咱们先把这地铺起来吧。什么？关我啥事儿？关你啥事儿？好你个凡人公公，竟然敢触及！触你咋了？就问你，触你咋了？你。十里桃花百都艳，墨渊带你看世界。嗨，宝贝们，欢迎收看墨渊岛之旅第八期。本妖神早已答应山界众神，不再参与你们凡人的琐事了，你就不要再求我了，回去吧。临走前赐你一件宝物。啥呀？这不是我捏的吗？哼，你也知道是你捏的，什么破烂玩意儿，用剑都打不开它。刚来的时候就有粉粉告诉过我，叶子捏的厨娘脑袋不灵光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就算它是简单的叶子捏造出来的 NPC， 那这程序是设定好的，还能出什么错？果然叶子造的东西还是不能用常人那套来推算。默默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？认你妹啊，重启游戏吧。好吧。哎，等等，我好像冒充东西了。这我星星没了。哦，我装备都没了，都没了。哎，你什么装备没了？我都没了。我的天呀！啊，垃圾游戏，我不玩了。啊，我不玩了。叶子，你自己玩吧。啊！为了弥补默默内心的创伤，叶子决定再掏腰包，用星星礼盒试图来挽留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……哎，你怎么不要？哈，想不想给？啊，之前果然是叶子卡了。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咱们的星星貌似只能买几组土块，种子换铁，麦子换金，面包换钻石。看来要想在这座小岛上活得像个人，农业是第一位。那咱们先睡觉吧。你咋又睡觉呀？你天天咋就睡觉呢？那你这么危险，你一会儿睡，行了吧。哎，这是干啥呀？他们哎，叶子，哎，叶子，你看，让你不睡觉啊？你把栅栏敲了，你怪我呢？什么？我把栅栏敲了？是你把这地炸了，你把这桥炸了。你刚刚不敲栅栏，他们就不会使。我没敲栅栏，我敲的是这块的栅栏，又挡不住。对呀、啊，就这个栅栏，你刚给，哎，叶子呢？叶子呢？你怎么怪你把桥炸了？你还说我？我把桥炸了。默默，我把桥炸了。嗯，我咋炸的？我又没有爆炸功能，我咋炸的？你把爆爆弹引爆了，都怪你，都怪你。我要换一身衣服，你先休着啊。换身衣服，默默环游世界。哎，叶子，我卡了，我卡了。你事儿真多。不行，我得退一下，我被黑客黑了。还叫被黑客黑了？哎，都怪贼小叶。你电脑卡了，你怪我。还望粉粉黑客高抬贵手，默默再也不敢买衣服了。